俊昊今天打点效果特别好，22三打点。哎呦呀，这个球欧马了，欧马了，中外野手接不到，垒上两个人都被他清回来。这时候马俊昊快马加鞭的上到了二垒，哇，今天一个人包办五打点。Tumbo 昨天3-1打点，今天3-3五打点，打点能力好哎哦，这种直棒哦，一点爱喝啊来追踪。